今儿你进来呀？我就提你菜，喊你了，晓得没？我有我菜嘞。他过来没去请你菜，我这边也去请菜。你去找他去。好，我这样请菜长得好个。哎，在你长有点了哈。啊，又嫩又长新手了。这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是大人的对你，你自己吃肉个也不好多个。哎呦，有点够了还，怎么去洗洗了呢？完了，婶儿。先完了，快。哦，完了，我们来洗。哦，那今儿怪把窝囊头就解决了。你没整光个，不怕啊？窝囊头起那个，还得长长。我亲戚喊这老板来不香，这个不安逸啊。好安逸啊。哎呦。你等不到了不是哈，冲上去有的了，把泥巴冲干净。老师在管我了。嗯，他发脾气了哈。嗯，走了，急急的哈。嗯，哎呀，好，你生活好。嗯，睡觉好。嗯，我真的想生活。手机睡了，把个手回回家。哎，我们在红烧粉那泡一下。那肯定是那几分钟就搞清楚，这儿再多不？不怕，压碰见，起码我就拿水一碗。这个水不能太开了，哎，滚了就行。好、最终这盘，我你交出来，你走了就。我给你拧吧，没把粉儿抬过来。嗯，我们算了，寻菜。老碗嘞，开始有了，有的了。你快点走。哎呦。你们是干的好。吃饭嘞，赶紧来哟！王这个就俺也给，好吃吧噻？可以。嗯，还可以，我觉得。对。你直接煮有什么老滋味哈？不进不去啊？这样你这个手法行。嗯。有味道没了？没有。这个红豆粉吃起有劲道，这个筋是好吃的，就软化了。我得再洗几种火给。哟，这个红豆粉吃起硬是，有点红烧了，吃起有劲道，好吃啊。怪不得好多人都爱吃这个红豆粉。那是啊，你喜欢吗？这个？我喜欢、啊。喜欢吗？炖炖煮啊。嗯。这吃起是安样。那你炒的越好吃。嗯。嗯，今儿的真不好用。明天是就提升了好呀，没特别辣热嘞。哎呦，你这个辣热还安逸的哈，哎，红心干吃啦。
哎，这个是换着的。啊，也都是来扛扛扛的个，扛的也都没舍过喝个。哦，我有丢三百来一抽一下，因为人死一点。都是抽老的都安有。嗯。你把这个丢剩安有不？安呀。啊。你把这个丢剩抽安有吧？成都是做成老的东西啊。也是丢失香啊，大概就这种味道。还是啊，这个香味好啊。这臭肉是没丢失了啊，感觉不起啊。那干不是就是干老肉吗？嗯，味道都不来钱。叫我到喝水去哈，喝酒哦。你在等你手机，抽谁？那这汤煮起来就可以吃饭了哈，再给你好好的试一下。吃饭了，吃吧。没有，快点的，这个就是得香。是啊，那个锅油，那我们要给你这个香的，对的。我管油啊。这个看起来怎么样？棒不棒不？好爽啊，不是炒腊肉啊，好吃的不是啊，很爽。可是干面水饺你再来喝去吧。好对嘛，这个就是炒腊肉好呀。我跟你说，我最喜欢这个就是炒腊肉。这个就是炒饺跟满嘴人就闻到了。是咯，刚火锅就闻到。嗯，就是那香味比较足，香味比较残余的。嗯，就是味道闻起香，吃起香。他炒腊肉更之香，是啊，那羊肉香牛。啊，三个月不走，有的往上走了。嗯，看起来有群哥。嗯，这个就是好香，反正没有你的话就这个到。啊，得要皮不？嗯，好浓。哎呦，是这好吃的，多吃点。多吃点。回来哦，我不等你们了，结束哦，你回家休息哦。我帮忙不？给五十块。我才进去了，小的把我还推进去吃了。哎，啊，我们先做饭去了。这会儿我手机停了，你看。我看到我红包少了，手机哈，手机，拿起。
洗完才出来才冻的了，才熟了就挺干饭的。这老师没完，还为老女的多。谁一个都没美女的那天就在这东东的嘛。这倒是有这么大了。那这是爷爷我们的功劳，都走男性的。这个担当个好干，俺女也看到了，不是亲爸爸老叫去提个，应该是上一心俺给军了。啊，改变了家乡心，那个他看见心里气巴拉弄不了我。那都意思，人家辛辛苦苦赚钱是我手干哈。对，自己喜欢的阿姨啊，赤裸裸了你，都干得清了这种。哎呦，又到了没皮了，完全没用了。又到。他慢慢的玩。是，脱脱了脱。吃饭了。嗯，你喜欢好吃。你喜欢，那也新疆新疆新疆啥玩意？小伙子，大部分吃饭的。嗯，还好吧。你弄这些老娘还能不喜欢你们都不吃了、啊、你经历的情绪那你这样多吃几碗好肯定好我要我还觉得要去办不了给你、哦、慢了慢了快点听我有我想啊嗯，好疼！哎呀呀呀！我你们有玩养过？你还是陪你家，你老子就想这个吃上米稀饭家。当然了，讲人这稀饭还是我事儿，要多吃点，不知道吗？你们还叫我抢着抢着，怪不住家。